相传北宋乾兴年间，书生汤圆进京赶考，途中偶遇一人家，门庭高筑，朱门拱梁，一派富贵景象。却见门口设书案桌几，上陈文房四宝，侧旁贴副对联，上联曰：“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好对，好对。倏忽迎月，书生进京应试。此时恰逢上元佳节，主考官以灯谜出对曰：“飞虎骑，骑飞虎，骑卷虎藏身。”汤圆方一起，日前所见，对之曰：“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文入实境，意随情牵。少年得文艺，春风马蹄疾。汤圆当下便快马加鞭赶赴大户之家，提笔疾书，完成了这一千古绝对。飞虎骑，骑飞虎，席卷虎藏身。相公，今日上元佳节，又得登科之喜，此可谓天地同庆，奴家先敬相公一杯。娘子花容月貌，出入大方，能够与娘子喜结良缘，实乃小生三生有幸。相公文高八斗，财富五车，爹爹求贤若渴，早就高兴得合不拢嘴了。奴家也想借佳节之际，向相公您讨教一二。娘子请讲。这里有一首灯谜诗，望相公您细细思量。第一，孤王酒醉桃花宫；第二，悔教夫婿觅封侯；第三，定九人民出水火；第四，天上人间两渺茫。天上人间两渺茫。
列位先士在上，请受小生一拜。先长，所谓天上一日，凡间千年，如今人间正值佳节，热闹非凡，你我此番下界游历，何不前去观赏一番？甚好，甚好。 西台灯，张果班的落下座，七小锣的叮当声，那是馅儿的花美酒，他馅儿的孔吃声，擦啦啦一声开了席，出来个小旦和小生，唱小旦的十二岁，那个唱小生的十三童，一声一旦二十五，唱的好来牛的精。 追星逐月看你笑。
是甜小底小闪小吹小撑小响小你小我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国全场人人欢笑啊！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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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崛起，哎，看今朝，啊那还那还还那呀呀还那个呀！娘子。这厢有礼了，已经到此坐山。我们是玉兔，西天取经卷，路过火焰山，热得出早汗。有人与我说，你有芭蕉扇，专能灭火焰。娘子，娘子，娘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娘子，二，先生，您是走错台了吧？后台在那边呢。娘子，花灯会人潮四海，我便寻你不着，你没事吧？娘子为何穿成这副模样？时候不早了，赶紧随我回家去吧。哎，先生请自重，我不是尹娘子，你认错人了。叔叔是袁老师的男朋友吗？不许瞎说。娘子为何这等见外？你我夫妻二人关灯，被人群挤散，如今竟然不认得我了吗？你是？穿越来的吗？穿越？何为穿越？你知道今年今夕是何年吗？咸兴元年正月十五。不对，现在是2022年，你说的那是1000年以前了。你真的是穿越来的？可是你怎么到这儿的？今日是我跟我家娘子的洞房花烛夜，我夫妻二人共饮对酌，我忽然间就喝醉了。我知道了，这一定是梦，我一定是在做梦。你说你不是我家娘子，那请问姑娘芳名？我叫元宵，你也可以叫我袁老师。老师？就是你们所说的夫子。姑娘莫要开玩笑，女孩子怎么能做夫子呢？先生此言差矣，在我们这个时代，女人可以独挡半边天的，不仅能文能武，出则可以带兵打仗，入则可以荆轲中举，也会有家国情怀，也会为爱牺牲，丝毫不输男人的。不信啊，你瞧。Thank you.
先生为何叹气？看到这一个个巾帼不让须眉，我想到了我家娘子。她也曾饱读诗书，学识渊博，却未能有机会登科进举，光耀门庭。如果她看到这些剧中人，不知道该有多羡慕，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我家娘子。汤先生可知道我名字的寓意？元宵在宋代意义就是福元子，象征着家庭和睦、幸福美满。不如我送你一份元宵吃吧，这样你肯定会跟你的娘子再度重逢的，好吗？好，走，我们吃元宵去。Bye.
这些孩子们的装束好生奇怪啊。这些都是运动装备。您知道北京冬季奥运会吗？现在我们大力推动全民健身，这些孩子平时也很喜欢冰上运动的。这奥运会是何物啊？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各国通过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进行力量与技巧的比赛竞技。世界各国？对，世界各国优秀的运动员同场竞技。先生可有兴趣参加奥运会？我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可参加不来这奥运比赛。没关系的，先生才高八斗，我们今天在现场特地为先生办一场智力奥林匹克猜灯谜，走。先生请看，一缕月光洒窗前，枝头连理圆好梦，园外隐约闻猿啼，星月小桥听箫声，公主出宫月当头，远走之后往回头，轻舟远去猿声起，空高月下传箫音。这可难不倒我，谜底分别是元宵、元宵、元宵，还是元宵。先生可别得意啊，这里还有一首孤王酒醉桃花宫，悔教夫婿觅封侯，定救人民出水火，天上人间两渺茫。这个要您打四出戏曲名篇。先生这下为难了吧？不，只是这首灯谜诗我娘子也曾考过我。先生又想起唐娘子了吗？去年元月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忽然回首，
正月十五闹元宵，合家团圆看大戏。那年元夕今宵情，邀请您共赏2022年元宵戏曲晚会。花灯亮，炮竹鸣，元宵节里乐融融，月儿圆，元宵甜，正月十五闹得欢。祝大家虎年元宵圆又圆，好事成双人团圆，心想事成美梦圆，幸福和睦家庭圆。祝大家元宵快乐，阖家幸福。祝您虎年大吉，万事如意。祝大家阖家幸福，元宵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祝大家元宵节快乐，阖家团圆。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在这草脚上结拜，上那铁孩做个真神。三月三春，万物用心，三百应得草脚敬你，从此以往百位兄弟对天王子伏地为证。这位你是
窗共读正三载，夫妻一见两无猜，十八相送情切切，谁知一别在楼台，在楼台，在楼台。这么多人为情所困，为情所累，问世间情为何物。先生这话可格局小了，刚刚唱的这许多情可不止男欢女爱，也有父母深恩，也有建国立功，护江戍边，这才是人间大情大爱。姑娘这番话一语惊醒梦中人，如今我身在梦中，然而梦中之情又何必非真，天下极少梦中之人也。我懂了，我全明白了，好男儿当树凌云之志，谢谢你元宵姑娘。Thank you.
俺家山前有圣礼，烧了一件损伤一将倒地，将前来好孩子登陆围上打打亚夫李广战胜在法场，这都是前朝的忠臣良将，大一国忠良有恩有下场，天下了，问安。
们喜算来已是一年光景，真是难为了你呀。门环怒气头往西，是与非华女变身冤魂去，记性不变，我还是在那里惦记你呀。毕竟男儿多不幸，无人娘子是公平偏宜不
搬家的时分，大爷姑他担担向前摇摇摆摆摆，我吃钱的。
个叫武太保，一路开山斧，武太保手持青龙偃月刀，七太保挂枪阵啊五秒，八太保手持杖八秒，九太保他霹雳双剑耍打得好，压塞过秦叔宝，十太保双手能打火龙雕，十一太保虽然贪念只想一个倒闭一个高，哪怕那皇朝兵来一刀不与他枪对枪啊来。刀对刀，相公，相公，娘子，娘子，娘子，我总算找到你了。我一直在您身边，从未离开啊。说出来娘子可能不信，我刚刚穿越到一千年以后了。相公，你说什么胡话呢？刚刚你只喝了几杯酒，伏案便睡，任凭呼唤就是不醒。我真的穿越了，娘子出的灯谜诗，我也找到答案了。那四句诗对应的正是桃花宫、春闺梦、赤桑镇、长生殿四部戏。此可谓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今后你我夫妻二人定要同心同德，共祝和谐。嗯，我跟娘子讲讲我穿越的故事吧。什么遮遮耳言风雪啊，好呀个男儿哟呀，我的心呀里撒哈哈哇，我的心撒哈哈哇，我的心呀里花香Thank you.
宵节里乐融融。月儿圆，元宵甜，正月十五闹更欢。祝大家身体健康，快乐多。正月十五闹元宵，合家团圆看大戏。那年元夕今宵情，邀您共赏2022年元宵戏曲晚会。祝大家虎年大吉，虎虎生威，全家幸福，团团圆圆，合家团圆，万事如意。祝大家元宵节快乐。Yeah.
报告状，两个金花赴山中，三杯酒黄恩冲啊，四川又出状元功，嘿嘿，不许闹翁，这回若路不灵文送归鸿，且知县官来侍奉，把不心安又威风，就猜那个凤冠呐、起手用十全十美满堂红，到那时啊，开仓放粮走几贫穷百姓称颂，落向千钟，哎呀呀，落向千钟，得隆咚，得隆咚，得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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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凄凉的，怜我小情永当先，为虎望云把粮断，害我飘零十八年，朝气望断难飞燕，不是常年望宝泉，我又见贼不安然，家遭别意难团圆，身在草原心在汉，风里打马回青川，终归该该向山门，今朝才得万长安。九天放开轩，安邦二来元邦连，见到风在张扬，you
临安落向太平，江山万团圆看大戏，祝大家事圆人圆，福圆财圆，阖家团圆，生活甜蜜，事业顺利，阖家团圆，身体健康，元宵节快乐，元宵快乐，元宵快乐。